游泳池早知道带游泳裤了，那我们去吧，买泳裤。你没有钱，你去怎么弄？我们自己想办法。走了，走。哇，打开好凉快啊！好爽，好舒服啊！打开，好漂亮啊！我就当是来度假的，对啊，还挺自由的这个节目。就是生活嘛，嗯，就是空气特别好，然后特别清新。到时候可以来这些地方钓鱼，可以吧？应该可以的，嗯。好棒啊！哎，到了。哇！哇，回到现代了，东西还挺多的。有游泳裤吗？哎，有，漂亮漂亮。有泳裤了，嗯，给潇洒哥买一个。哎，你也要是吧？我也要，买点吃的回去吧。就这个吧。嗯，可乐，辣椒酱，再来点方便面吧。是这个。哦 ，OK。给你看一个。好吧，都是你代言的。那可以吧？可以，很强势。多少钱，老板一共？他拿钱了，他拿钱。导演组呢需要暂时保管你的手机以及钱包，但是我没有钱包，我只有手机。那你出门都不带钱包吗？我钱包忘带，我本来是我你搜我包都行，我是真的没有带钱包。Okay. 最后存货，快藏好了，别让别人知道。没有人知道。8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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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朋友，对，夹这里。哎，小朋友，你要吃糖吗？你要吃糖吗？请他们吃糖好吗？请，好呀、啊，好呀、啊。来，你要什么？我请你，我请你，请你，请你，没关系，来吧。请你拿出来。想吃什么？彩虹糖要不要？这个好，这个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个来。啊，好。那91.5，请你，请你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腼腆的小孩儿，对吧？士力架你要不要？哎，士力架还是我们代言的，是吗？那就来士力架了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把你拿四条出好吧？四条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行，太棒了。啊，刚一百个。谢谢谢谢。那我们走了。耶。有钱就是好。哎，我们要买水果吧？我们买一个，我们买一个瓜吧。西瓜也行啊，买吧。哎，你好。老板，瓜多少钱？瓜多少钱啊？要几个了？拿三四个吧。我要把它全都给你，从你是经过一切一切存在红线，我不管它终结，但还是夏天，还是你，还是你，还是你。在这边买东西的感觉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好久没在这买了。60啊，2.5一斤啊，50块啊，那我们两个就这样了。好，特写我帮你打。来我来吧，对啊，行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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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。